捨得安樂節，你唔同嘅五旬下個主日啦，下個禮拜開始就好快就我哋迎接聖誕節。呢個加冕呢個主日嘅記得安樂節，都係其中一個好靚、好有意義嘅日子。記得安樂同佢嘅角度，係耶穌帶俾我哋所有信息嘅中心。佢唔係只照叫全人類之中嘅一個民族，即係以色列人，而係為照叫所有嘅人。係俾世界各地人民希望同埋渴望聽到嘅信息。喺今日嘅經週，我哋見到有兩個關鍵嘅對比現象，係咁嘅意義。聖保羅至哥林山人書道講出聖子、生子、聖父具有天主嘅一切權柄同埋尊嚴，係佢有黑暗嘅權勢之中，教助我哋進入佢嘅王國。經過從黑暗中被引領到光明，就由我哋透過罪根本罪得到赦免，得到嘅自由。誰是這個聖子呢？他是人從未見到的天主的形象，以及所有受造物的受生者。直至他所有天上地下一切都未曾造，但我他願意取走我們軟弱的人性，我們才得知天主的存在以及天主的思想和愛人的方式。透過耶穌，我們有機會與天主接觸，雖然是很多方面我們不能夠知道完關於天主的事，但是在耶穌身上我們可以見到天主。當耶穌講話和行動的時候，他是一個人，而天主講話和行動，我們不能夠接著耶穌人的軀體而接觸到整體天主的豐盛和偉大。所以我們的祈禱要透過耶穌到達天父那裡，故此耶穌就是道路，天父就是最後的目的地。還有聖保羅說過講過，教會是耶穌的身體，耶穌是教會的頭，有我們的照見和責任就是做天主和世界之間的調解人，是我們的言語和我們共同生活的方式去宣告天國。
就天主和世界之间的调解，是福音里面有道德经义很不同的言章。耶稣，我们的君王是在两个犯人中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止在身体上受尽痛苦，在十字架上都写了犹太人的君王，犹太人的君王的罪状牌，他就赤裸裸咁挂喺十字架上，实在令人的嘲讽。然后呢、这个就系读经言所讲嘅，佢系未见到嘅天主的形象，同埋所有受造物嘅受生者。使我能够睇过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为犹太人是一个愚妄，为异教徒是一个谎言。教我们做一些耶稣你听死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到的人呢，是不是他为对人的爱付出最有力的证据？可能一刻呢，那个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其中之一个犯人，他看到这个情形，有新的领悟。一方面，他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过；另一方面，他看到耶稣是完全清白无罪，跟住祈求耶稣：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换句说话，表示认承的耶稣就是个君王。耶稣看到只有这个人犯罪的过去，现在这个是悔改的人，耶稣承诺他说：今天你会和我一起在永远里面。天主拣选择他的圣子做我们的君王，是以我们每个人要是对耶稣的真诚，不止透过我们的说话，就要拥抱住耶稣全部的生命和教训，日日去付诸实行。好似圣保禄咁讲，我哋每个人系耶稣嘅肢体，同时我哋领洗，就都系分享紧呢个君王职。今日天主只叫我哋每一个人要共同努力扩展他的王国，实现在我们的家庭、社会和全世界之中。主啊，你讲。